踢住手指眼瞓啊！玩咩瞓咧？今朝七點，頭先瞓咗半個鐘頭，要買嘢喺架車度，瞓到醒又翻嚟。咁多危州，即係冇咗加幣啊！媽媽啊！加拿大央行的網站瀏覽有關電視新時代電視影音樂網站。媽媽。提醒報道過，本地有多名嘅華裔居民曾經收到關於廿零嘅垃圾電話。好鬼難玩嘅嘢，哎呀，即係咁樣去玩嘅喎。